给我两张大的，可以。好，这把必定是我的。医生，你急着修啊，你别跑，你有种别走。 来来来，下一个，继续，都是钱啊，还差满子。 地牌，地牌！哎，赶紧，早点换！我可不想就是拿着一张几张大牌。 来选个七找，谢谢你。走了，这把稳定吃鸡。 再赚点小钱，稳定了，太爽了！一张六，一张七，差14，跟他换。 他把什么换掉了？他拿了个最小的去了。那空姐现在还很大呀。医生是萌新嘛？反正医生等会儿要嗝屁了，别管别人，吃鸡就行了。 十九了，给他递张三，能让他下局再见，先不修了，走了，医生死了。 别把医生的牌发到我了啊！真好。
我的妈耶！这个人你不养鱼吗？你就纯粹就跟别人换了呀，这结石死定了呀。我有张酒，我等会看哪个不顺眼，我送他一个礼物。哦吼，25，他下局没了，9，还活着，我就找找佣兵吧，看佣兵多少。他把牌换了，这结石即使不给他抽他也死，没必要啊。他们窝里斗了，我得赶紧把牌换了。哎，刚才21了呀！哎呀，不该抽的21，我直接等我就赢。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。你确定这样跟着我？你等着，你给我等会跟，接着跟，我等会给你两张好玩的，你跟。给你个酒。他不死吗？他不死的话，他牌肯定高呀。反正不会是我。他还玩爱哭鬼呢。我得想个办法让这两个人全部炸掉，我买不了地牌卡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这都没盖着，我可以让爱哭鬼炸掉。把这两个人全部都炸掉，我就吃鸡了。蔡叔有没有钱啊？20，1块钱都不给。OK， 同归于尽。哎呦，同归于尽。哎，乌龟还没死。肯定是他了。
有一个办法，跟他抽牌，要么就丢掉我自己一张牌，要么就跟他洗。跟他换嘛，你既然不追我，那我就跟你换了。我牌比他，我牌也比他大呀。你看他，他就故意不过来了，必须跟他换。我好像我死了呀！哎，没有，他炸掉了。最后一秒丢了张六，他炸了。但是他有一个弱点，就是，虚拟的完好，不完好，就会像刚才那样。别人看见你就是站着傻挥刀，应该是我了，变呐！哎，小丑不虚，我就站在这让他狙，开个玩笑。我干什么？你这现在就是个刀子鬼，推进器也不捡，也不装，只能靠追猎来追人。等会儿把你追猎弄没，追猎没了。你看那魔术师嚣不嚣张？锤他！还炸鸡了，锤他！哎，这都能控刀的。这魔术师就跟着空姐了呗。你怕啥？你看我都不再虚了。我勒个妈耶！去追那个魔术师嘛，你搞得我赚不了钱了，你也赚不了钱，非得白给。哇，他瞬间没了，空姐瞬间就死了。编一把呗，让我编一把，编一把，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痛苦。我牌都这么大呀！
我这个空姐牌小了，带不走他。地牌卡是一定要拿一张握在手里的，万一屠夫追你，你还能把他害死。万一有队友搞你，你也能锤回去，反正就是不亏。 然后这个溃牌卡不买白不买，能了解别人，能了解别人什么牌？你想真，反正随便看一个，把他的牌底摸得透透的。然后万一他来整你，你正好还能把他带走。看这个空姐，要不是他，我不知道他这个牌到底多大，他旁边有张一，我就给他丢张大的。 都要结束了，过来！你看，这就忍不住了，我就搞他几下，他就忍不住了。等会儿把这个空姐带走。 这把不会炸了吧？你别给我发张酒啊！先买个七百卡，我有命要紧。哎，真酒啊！兄弟，空姐救我一下！空姐救一下！救一下！空姐救一下！ 完了，应该早点买的，应该早点买七百卡，这就好了。看看他牌多少，一起死好吧，今天一起死。六、九，谢了啊！但是我还是死了呀，我21了呀。 走了走了，溜你1分钟，那肯定不是问题。哎，你挨不着我，嗯，你气不气？你气不气？
就很爽。我想打屠夫啊，不想修机子。玩屠夫来钱快，给我两张大的。哇，都这么小的吗？这就不当屠夫呗。先摸一下电机再说。哎，香水。哎，磁铁。他有个机械师，他有个舞女在那跑。磁铁优先起。人家进大房呗，这不出来了呗，晚点再收拾你。又是结实。你再放快盒子呢，他哪来的勇气啊。跳僵尸，磁铁，舞女，换牌。然后第一把当屠夫，我还能拿一个溃牌卡，然后第二波再买一个溃牌卡，然后看谁不顺眼，看底看透，也要把他底牌全部看透。OK， 就这个舞女的看透吧。我有十三。然后再看一张谁呢？我看一下啊，看谁？哎，我刚才还想说，看谁会玩，就下去，就看谁来着？踩不踩？踩我就加速。大房一日游，看一下结石，结石浅多，三，买张地牌卡在手上，板子全下了，等会儿当屠夫，对自己有利。烦，三把屠夫呗。这条是不会变的吧？
我的妈呀，九，那你炸了呀？这几个碳板子完全不虚，看，哎，舒服。我警告你，你别追我啊，不然我给你丢好东西。这两个人打起来了，我要去看看看戏。好啊，下一波我看看谁变，看这两个人谁变，谁没变丢谁牌。这两个人打起来了，然后我会过去蹭一脚。结石，结石得死啊！结石，你这不死啊，不行呀！你还空白了，给我过来你！救他救他救他，打他，对，打他，哎，给力，让他死，对，很对，牛逼，跟他换，哎，零星，赶紧丢张牌先，我的妈呀，牌太高了。怎么调香师也死了呀？哦，调香师刚才想换牌，嗝屁了。没有用，我等会看哪个牌低，哪个牌低垂涎。还不丢磁铁吗？多少啊？十八。看那无语。十八，哎，那我爽了呀！我随便一这两个人，我都能给锤死呀！可以救你了。抽个六六，哎，好像也死了。拜拜了，您呢？你这打到21点，我要是变监管者，你觉得你跑得掉吗？啊？你这不死得更快了吗？再见再见再见，完美吃鸡，再见。
他就不应该达到二十一点，你直接达到离二十一点近一点，说不定我还会输。当屠夫，当屠夫，拿钱拿钱，赚钱使我快乐。应该是我了吧？为什么要帮你们推墙？其实玩黑杰克不要用小丑，小丑一点卵用都没有，本来排位就已经够废了，你还在黑杰克里面用。哎呀我的妈呀，然后加上这个黑杰克，你开局又没技能，你就是刀子鬼。你装个推进器吧，你又对锯不死人，你又得等，你还需要两个推进器。秀鸡赚钱好慢啊。修一台机才100块钱，吓到我磁铁都准备好了。那这小丑不行啊，帮一下帮一下，找个队友帮一下，就这个空姐了，空姐过来，打了打了打了，对，打了，你拉个什么狙嘛，你直接打呀，拉什么狙嘛，那你别扎人了，来来来来过来。还没洗澡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，看一眼这空姐是哪个啊？两个空姐，我怎么知道这哪个空姐啊？这惨了呀！哎呦，还生气了！你抓这个空姐，你抓不到我的。何必呢？你跟刀子鬼。不需要下板子，绕就完事了，还装推进器，怎么哑炮了？把这个空姐带走，你看我多良心啊！那小丑简直不忍直视。跟他换，跟他换，跟他换，对。
完了，我要炸了！不行，你们两个今天只骑着别想跑了。又是你跑、啊，看你多少啊？14，不着急，慢慢打。这都没盖着，13，我再退回去。他想修，好了。你这个医生有点皮呀、啊，也是13。哎，为什么每次传送他都在电机的侧面啊？导致我不能把他带走。你多少啊？13。哎，我人都傻了，全13呗。哎哎哎！再不换没了，再不换没了，换一下。哎！我睡觉的消息，他死了。怎么又是我呀？啊！医生有点皮呀、啊，还在那鼓掌。20，懒得杀你呢。骗你的空姐。4，这还称猴呢，这17，来给你换，来凑张8。35，那你不还是凉了吗？简直开心的一匹，直接淘汰两个，别人的命在你手里，就很爽。然后我还能看两次，哎呦，这空姐不对劲，我警告你，你母爱我啊！小丑的没了，你杀了个空姐过来，看人都给你挑好了，打他。
再帮你一手呢，我看你太惨，我再帮你一手啊。你锯他呀！哎呀！好心帮你，你还锤我吗？子！太过分了，这个人！哦吼！不行，这把必七，必须七百。哎！哎，那我21点，我不杀他，我不就赢了吗？这空姐还追着我跑呢啊！我要传送了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屠夫沦落到被人追着跑了。太惨了，没事，这把稳赢，找个角落蹲着，找个角落蹲一会儿，怕了，害怕。估计是这样的。哎，点错了，完了。哎呀，不能成屠夫了。你抓我没前途呀，你信不信？屎给你溜出来！我要看一下他的牌，我的妈呀，这跟抽，这比抽奖还刺激。哎，他九在手上。应该不会是我变吧，应该是这个，还是他？那他是给了一张八吗？我看一眼啊。哎，天选之人 QDE 啦，盖他一板子，这个杰克的头看着有点不顺眼。哎，舒服了。
人家给你放到这了啊，你自己打。哎，我还盖了一把能源，看到他头，他又大又圆。杰克真惨的，我还死你呢！你看这个板子啊，抽，哎，抽，我又不砸你，抽，记得抽，好。每个刀，气不气？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抓我又没前途，你搞得我不能赚钱了，你也不能赚钱了，你下把还得死。感觉他炸了，还没炸，你又来了，你又来了。你又抓不到，你非要抓，你何必呢你啊。你非要盖你一板子，把你的头给你盖烂。张八，你看他敢不敢传我？有种你就传我，你敢吗？没穿，为什么都已经四回合了还没有人炸呀？我都惊了，你们的点数都这么小吗？哇，你看这个人一二二，这个黑妹，我看一下，我勒个天啊，都排小了，你又来了，何必呢？啊？我就站在这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今天非得把他淘汰了，太烦人了。他下一回合还站在这里，我跟他拼。
看这医生不是嗝屁了吗？我就说都已经四回合了，你的牌怎么可能那么小？哎，不对，这空姐怎么还在啊？他换牌了？看错人了，看错人了，不看他了。你牌这么大，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呀？看咋的都？可以，这把他死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给我八块钱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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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。你千万别给我一个十啊！求你了，我还年轻。你这给跟个十有区别吗？等会儿，等会儿赚一块，一块 ，nice。把牌丢了，我的妈耶，吓人！贝妹，还死不了，魔术师。人呢？没看见，没看见，我去的拔你屁股！我觉得可以先让黑妹死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抽个奖，抽个八，可以，你还死。都已经玩到七回合了，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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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找魔术师，别跑啊！完了，我不能弃牌了，我没钱了，请你喝茶呀！他是换牌了吗？抽抽抽抽抽抽抽，可以，赢了，二十，也没超过，就很稳定。弃牌干什么呀？这么好的牌，弃牌我就炸了呀！干嘛弃牌呀？给我两张大的，我想开局当屠夫，了解一下。九，八，哎，给力哦！空姐，五，佣兵呢？
这都抽得到吗？ 找谁换牌呢？那我想一想，哪个幸运儿比较嚣张？找他换一下。就你了，还当面修机子，太嚣张了！ 跑啊！你怕什么？我又不会变，你怕什么？啊！机子都不修了。 这么虚的吗？那机械师都不敢修机子了，我的妈耶！他就不出来了。哎，还玩。 慢慢玩，不着急，有种你再出来碰这个机子，锤爆你的狗头！就你了，跟我换。 Nice， 祝你生活愉快，走了，下波也得死。可以，然后我再看一眼空姐的牌，我能看三次，我能把它摸个透透的。这还跟着我呢，你跟呗，等会我就让你嗝屁，你跟呗。那空姐变了，那就不需要看它了，看一号。 就跟呗，等会就要你命，跟。谢了啊！哎呦，我的妈耶！佣兵，不要好小。 你有没呢？放哪去了？哎，你有种放血别走！哎呀，你这么好心的吗？哎，我去你个！别别别，打他！
打那个佣兵，佣兵死，佣兵马上就死了。我非要给你拦一下，你个狗东西。哎哎，冲了冲了，你靠！不行，这波一定要把佣兵给锤了，不然这波死了太亏了。快来人皇机玩一玩啊！哎，算了，顺便掉我。OK， 他死了，无所谓，我钱多，无所谓，就哎，这佣兵自己死了，两个人都死了，可以，不亏，稳赚，我还有，我还能买。我有钱，任性。这个空姐应该是死了，空姐这边肯定是要变的。然后这边机械师看一下，他牌小，然后给他来个狠。哎呀，真的小，搞不了他。只能赚点钱了。我要么就是找小丑，找小丑把他的石拿过来，然后再去锤机械师。我以为机械师。拿了个十，那这波都不会死，继续下一回。牌太小了，给我张大的，给我张大的，我直接让那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嗝屁。你说你抓我没前途的，我看一看啊，给他丢一张他就炸了，这小丑是肯定炸了，我都不需要给他地牌。哎，你抓那个机械师，你抓我又赢不了，你还得死，何必呢？你又抓不着。我得去把，我得找机械师去。不能去啊！哎，哎，我等你换，你换完了是吧？你换完了，你就过来了。开心吗？再见。你莫爱我。换一下，跟大牌换。OK， 放飞自我。丢个磁铁庆祝一下，结束啦！这两个人都全都死了，两个人全都自爆，轻轻松松，嘿嘿嘿嘿嘿。
把四个人全部都安排的明明白白，估计是里面最核心的人物了吧。又能溜又能打，岂不美哉？三个五不知道谁变，谁急的？而且他也能害人。杰克，最主要还是看屠夫，看屠夫好不好溜。我先买10块钱的书。我的妈耶！黑杰克几点官服啊？我还不知道。哎呀！下板速度一定要快，害队友一定要快。不要过来搞一下，打的该你在想什么呀？这你都丢，还不换牌吗？还在那养鱼，不跟祭司换就没得换了呀。那下把你还是屠夫呀。然后我再看一下空姐，又这个杰克啊，我看一下啊，要传送了，我人给你安排好了，你自己打不打，打不打的，然后就看你了啊，特地调了个位置震他一下。他应该穿四合院的样子，你跟他穿，那就下播。真就不穿四合院呗。要传了，他来了。亮都亮了，买张地牌卡握在手里。哎，有点卡，等会儿还得重启一下。安排不了，都安排不了。不过他要传送的话，可以搞空姐一手。哎，你弄他呀！完了，那空姐都硬直了，你非要跟我换？
啊，我还拿了个一，你给我等着。哦，就是你，哎。跑，跑得了吗你？跑！我不着急呀、啊，我等最后一秒，我再给你换、啊。我待会儿把你害死，把你送屠夫手里。谢了啊！再见，再见。那空姐的跟在屁股后面。哇子！没事，不着急，只要坚持的够久，注意这个祭司就 OK 了。丢牌了，我走位一下，我走位一下。他把我牌换了，他把我八搞没了。哎，牌呢？那就轮流21点呗。跑，你刚才给我第一张牌，跑，你跑得了吗你？跑。我今天不跟你换牌，我今天要你的命。Nice， 就是他，跟他换，让他去世。你跟他换了21点，你还养鱼？Nice， 该。哦吼，没事不着急，随便找个幸运儿抽一下。怕啥嘛？怕啥嘛？我又不是什么好人，两个人。真就直接修机子呗。多少啊？17。多少啊？17。怎么都17啊？哎呦，痛哦！哎，还弹啊！多少啊？20。你小子还跑过来给我一枪是吧？就你了。
抽个一我就二十一，哎，我就很舒服。你们要是弄我，我还有钱，我还能打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我还能买一张，我买不了。什么声音？反正不关我的事。买一张七百卡，以防万一，以防万一他们把我害死了。没有用，你一阶聚你又聚不到，何必呢？我警告你，你莫碰我。还好我机智丢牌了，不然差点去世。搞事情，给你丢张六。然后远离队友，第五回合了，不能再跟队友挨那么近，身上有怪味。厂长，不过厂长移动速度快。啊！要死了！要死！要死！要死！人就只锤我呗，我假装跳，反正在前下，他要放黑炭的。说你这么弄我，我该怎么让你淘汰掉呢？我都不好意思把你淘汰掉了。你这样搞，我肯定要把你淘汰掉啊！你给我过来。这不是该吗？他没有下局了，他是下局死了。你看你非要弄我，何必呢？是不是？自讨苦吃。哦。跑啥？不跟你换牌。保证不跟你换，你刚才不是封我窗吗？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对 ，nice， 完了。
小弟，完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把我屠夫，我还能还能我还能打，不亏。没事，让他抽我一张牌，我牌都是大的，七和十，分神，哎。直接换，直接换，别让空姐赚钱了。下局，抽个十去。哎呀，真叫轮流来呗！空姐二十一，空姐玩魔术师，魔术师玩磁铁玩，是不是要轮流来一次呗？先买个洗白卡，防止那个空姐搞我。没磁铁，坚持一分钟。二几句啊？安迪诺。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！哎，百分百巨晚判定。哎，我没翻进去。嗯，打了 ，nice， 干得漂亮，小丑就需要你这样的小丑，人间极品。行了。啊？赢了呀！两位吧，两位胜利啊！不亏啊！双赢了呀！别说出去就行了，反正我不说话，我也是小蜘蛛，大家都是小蜘蛛，你知我知，没人说出去。都是小蜘蛛，十。先表面和这个空姐和和气气修个机子，等到后期就给他一锅端了。来来来，这个空姐是不是贼烦？我帮你打他。Nice。先表面跟他修一下机子，等会我就转到这个桶后面，然后给他来个吸，让他晕，然后小手一出刀，直接把他带走，看好啊，传，不管，这空姐好像闹脾气了，好像就跟着我了。
救救我吧，让我当把屠夫吧，不想修机子啊。跑啥啊跑。还在那炖蘑菇，哎，屁股给你打穿。五，这个走位简直了。炸鱼真开心呐、啊！炸鱼真开心。这祭司怎么起来的这么快呀、啊？钱啊，都是钱。这还能弹刀的？还修，就你了。不回，一样的。哎呦，打完这局留了吧，留了吧，休息一会儿。不搞了，这连赢一晚上，玩也玩爽了。把昨天的补回来了，我警告你，你别跟我啊！哎，他怎么四的话，他怎么当？他怎么当了呀？那应该他有当九或者是插刀插累了，歇会儿。你看这传送还能傻站着不动的呀，说不定他还出个刀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等我还，你看我在这边皮一下，他又要出个刀，然后踩个板子，然后把他带着这块板子之后，他又要出个刀。我这边站一会儿，他等我又要出个刀。你看我站一会儿啊。我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。出刀，出刀，你出不出刀？来来来来来，给你丢个好玩的，拿去吧，不用谢啊，记得感谢我啊，我叫雷锋。
已经死两个了。这都怎么输？上天都让我赢，这怎么输？排小不需要排小，我有钱啊，我要排小的话，我跟那个另外一个人洗牌啊，我不亏啊。今晚游戏体验极佳，这是玩第五游戏以来体验极佳的一回。这等好事可能不会有第二回了。没板子啊，你抽啥刀啊？哎呀，这小丑都999了，你这流量玩游戏啊，大半夜裹在被窝里面玩，早点睡吧你。哎呀，我足。何必呢？啊！你又开始了。你要是能杀了死我，我把我的头锯下来给你当球踢。这把应该稳了，怎么把这个空姐弄死呢？是跟他换牌弄死呢，还是把他溜死呢？好纠结啊！你这牌肯定大了呀。满板吧，不整花里胡哨的，就跟你玩板。他头有点铁，怎么给他来一下？怎么不怕砸呀、啊？开心吗？